本期话题：吴茱萸的功效。黄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吴茱萸的止痛效果应该是在中药里面也是比较强的，那么对寒性疼痛，包括什么头痛、偏头痛、胃痛，还有痛经这些疼痛呢，包括胃肠型的疼痛，它都是效果比较好的。吴茱萸呢，它是一个相对是降气的，它通常呢可以就是说配一些就是火味之后，特别是尤其肝气犯胃，那么火，那么黄连，那么就是说因为吴茱萸是偏温的，那么通过黄连呢，它既能够达到了调火胃的作用，常用的比如说左金丸，那么火胃之后，那么这个也是个比较温胃。比如说我们单用黄连的时候就会太寒凉了，我们配上吴茱萸，它寒温并调，效果就非常好。所以第二个就是温胃之后，它燥湿，燥湿来治泻，那么主要是对脾胃虚寒性的那个泄泻，那么用吴茱萸的止泻效果也是非常好。整体而言，吴茱萸呢主要这三个方面的功能，一个是散寒止痛，第二个呢就是温中，那么火胃降低之后，第三一个呢就是燥湿止泻。